我反正就是说，因为我做过政治犯，我知道作为里边是怎么思念自己的妻子。那我就希望他们就公开的给一个那个回答，还是我包括孩子们，还是那个他的那个母亲也已经病了，现在他们像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，我就一直两三天。 我就一分钟也没睡，就躺着，就难受，真的特别难受。啊，没有，他们从监控看，我也看了。他就说，这儿采访必须要。这次去时候，他的那个身体情况不是特别好，有心脏有点病，还是呢，他的一个肚子右边、后边有疼，现在我就一直担心他的那个身体情况。 我的民族的人在这里，我奋斗的对象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我愿意付出，但现在的问题是，我离开一段时间，尤其是我争取我的权利，不仅是为了我，我必须得争取离开，哪怕是一年，访问学者。 喂，喂，喂。